这一次绅士作风的 MV 请到了黄中平导演来指导，特别开心，因为回到我大学时期的伦敦，这个我好久没有感觉到伦敦这个英伦范儿了，那这一次能把我时空穿梭的再回去那个感觉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MV 的中心意义就是平凡生活喝出彩，有的东西非常简单，其实只是一个感觉，可能觉得闷闷不乐的，喝一杯茶，喝一杯自己喜欢的，然后就可以很出彩，觉得很有颜色，很缤纷。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就这么简单，就很想把这个很简单的理念跟正能量传递给你们。